注射玻尿酸一段时间后，接受注射的部位会产生凹陷吗？患者如何做好正确保养？玻尿酸是一种高分子的多糖体，它本来就存在于生物体内，因此会被生物体慢慢的分解吸收。那有关于说玻尿酸注射部位时间久了之后呢，会再慢慢产生凹陷，这其实是一种谬误。这是因为和注射后较好的状态相比产生的一种落差。就好像我们车子出厂之后想要维持性能，就必须要定期做保养。那一旦停止保养之后，在自然状况之下，零件本来就会慢慢的坏损。但是我们并不会说因为是停止了保养而加速了车子的损坏，这是一种自然老化的现象。所以这反而也点出了应该要提早进行保养，并要定期进行维持性治疗的一个重要性。